你们好，我是小宝。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，在表妹家的鱼塘里面发现这里有出气孔，这个出气孔这个洞里面有一窝的甲鱼，现在我们就用这个锄头来挖。哇，你们看，这些甲鱼已经明显可见了。现在我们继续用这个铲子来挖，前面的泥土实在是太硬了。哇，这上面还有，你们看。哇，这个出气孔里面的甲鱼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继续用这个铲子来挖，用这个锄头从上面往下面挖，这样就快一点。哇，这么多甲鱼，继续用铲子来挖。哇，已经看到头部了，我们稍后必须把这个出气孔这个洞里面的甲鱼全部挖出来。